皎洁的云朵翩翩翻飞，融雪的山头，残冰还披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肩上，群山早已绿意盎然。怀抱慈悲度众的悲愿，在前往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端的方向，比邻奥地利边境城市萨瓦兹堡以南的德国阿尔卑斯山区，一处当地的墓园就在休息站附近。为救道悬如燃眉之急，海涛法师手执净瓶于墓园中遍洒甘露。佛子们也于墓园中施洒水米，舞动佛幡，借助火力广传慈悲。尽管墓园中的十字架显示着不同的信仰与文化，但佛子们依旧秉怀善念，为众生燃熏烟供，祈愿利益往生众生，普度六道群灵。朗朗晴空下，贝西特斯加登小镇在群山之下，仿佛与世无争。然而近在咫尺的英朝却曾是纳粹专制政权涂炭森林的基地之一。众人搭乘巴士前往海拔1834米高的克衍之屋英朝，沿途透过导游的介绍，众人一面欣赏美丽的风景，也概略了解当地相关的历史背景。沿着山路蜿蜒而上，出云的山巅，裸露的山棱线，残雪片片，就像巨鹰在雪地上留下飞鸿踏雪一般的脚印缓缓。100多公尺的花岗岩鹰巢隧道是通往鹰巢的主要通道。
其中于二战期间建立的电梯，金碧辉煌的装置，相形于当时人民的苦难，更凸显了纳粹的骄奢与偏执。它是英朝附近，当时的德国军官很多住在这个附近，盖很多这个别墅啊。鹰巢又称鹤眼之屋，位于瓦茨曼山顶峰，原是萨尔茨堡元首与纳粹高官官邸区。希特勒夺权后，其党羽亲信便积极建作纳粹专制政权的密谋之地。走过白雪绵延的刻岩，不免令人感慨一念间的业力造化。大佛顶首楞严经卷四，贪爱同资贪不能止，则诸世间卵化石胎，随力强弱地相吞食，是等则以杀贪为本。又云为杀盗淫三为根本，以是因缘业果相续。如是三种颠倒相续，皆是觉明明了之性。因了发相，从妄见生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次第迁流，因此虚妄终而复始。山雪湿滑，众人临深履薄般，谨慎不语，华严经进行品记。若见险道，当愿众生助正法界，离诸罪难。
回程中，仿佛上苍回应了佛子们慈悲度众的善念，一对年轻的外国夫妇让怀中婴儿接受了海涛法师的加持祝福，尽管语言不同，但笑容却已交融了友善的祝福与悦受。同样位于德国贝希特斯加登且闻名遐迩的国王湖，在阿尔卑斯群山环护中，犹如人间仙境，因而被誉为德国最美的地方。走过登船的船部板竹间，岸边鸟雀起时的啾啾声，让佛子们不由然地前去，为鸟雀们慈悲施食。华严经进行品记，见不舍人，当愿众生，常不舍离，甚功德法。才一登船，海涛法师手持宝瓶，念诵慈悲经咒。当船行舰进湖心，海涛法师也提起宝瓶，连同祝福投入湖中，祈愿水族物命众生永得舍离三恶道苦。当众人施食水族布米的同时，大和尚细心的观察与引导，让众人的慈悲善行与环保皆能两全其美。透过介绍，湖岸边犹如人脸般的山岩，仿佛一一验证了故事与传说。由冰河时期的冰川所形成国王湖，水质纯净如天河水，由于湖面宽广，鲜少结冰，但水温冷冽，即使是夏天，湖水也有摄氏10度的均温。群山环翠之间，湖绿色的悠悠湖水明洁清澈，犹如活水翡翠，沁心舒怀。湖边曾因船难造成70个人往生的意外地点，立有一座红色的十字架以示缅怀。每当船行至此，当地导游总会暂停船行，并演奏安魂曲以慰悼念。